既然你已经看了神奇宝贝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们，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，观测爱与最真实的真意，可爱又迷人的游戏解说。大家好，我是木鸭。大家好，我是切个灯。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神奇宝贝第十五季。嗯，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好吃吗？什么什么 好吃吗？好吃吗？什么？吃饱了没？啊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给你看一下，给你看一下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告诉你。我看到了，你刷了好几只神兽，然后还有几只我没见过的。上一期是我在这一季的人生巅峰，我要时刻铭记。哎呦先给你看一下盖我卡。哥哥，我觉得昨天我就是没有蹭到你的欧气。哎，卡普某某某某某某，卡普某某，你可以抓我，这有他的那个追存金。看一下，就在附近，这边哥哥。你去吧，我那个，我弄个合成台，然后那个。这个靛蓝色的宝珠可以给它赋予力量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再来个合成台。哥哥，是不是他呀？你过拉多多少级啊？我不知道呀，我不记啊，有一个八十级的，一百多级都有。那就八十级的吧。你先让我把卡普摸摸抓一下。顾拉多跟盖欧卡他们两个可是死敌天敌，斗了很久的，从远古时代一直斗到现在。然而裂空座他是和事佬，裂空座一挑他们两个，把他们两个打得没脾气。哦，然后呢？所以看一下，在动漫里面他们两个是没分出胜负，咱们在游戏里面来一场。哎，等一下，阿爷，你先抓啊，先抓啊，我过去给那个盖奥卡更新一波技能先。好的，哎，又一个卡普某某。这是卡普明明。哎，是耶，他怎么不一样啊？他们是一家人吧？都是卡普系列的呀。根源波动，我可以赶快去抓吗？哇，这个根源波动好像很屌的样子，水流尾。水之波动，冰冻光束，我都想拿大师球抓了，但是我拒绝用大师球。冰冻光束得学，水流尾的话不要了，再来一个原始之力，可以来一个泰山压顶，水流环每回合 回血的，那就水之波动不要了。好，就先这样配招吧，现在没办法给他学那个星之眼。哥哥，你找一找卡普明明在哪里呗。等一下，哦，再等你那个进游戏的时候，我刷了一只戴拉吉温，我毫不客气的把它送回去了。什么东西？打起了吗？什么东西烂掉了？又砸烂了。我说我老是抓不住他屁股，呸！我老是抓不住他。卡普明明好像我之前都没见过哎，但在你这附近，我用这个眼睛用不了呀。那我就把他打死算了。哎，能抓就抓，好吧？你不要像个女汉子一样，好吧？你要在那个小伙伴们心中的形象要更改一下，要淑女一下，懂不懂？嗯，好的，我是一个萌萌哒的妹子。你看吧，小伙伴们，你们面子好大哦。这个家伙可是在我面前，我都没看过他淑女装淑女的样子。那我可以打死他吗？哎，球嘞，眼睛嘞，飞哪去了？拉迪欧斯，暗影之光，喂，我还有一点点血。哎呦，往这边飞应该是拉迪欧斯的吧？我觉得是拉迪欧斯的吧。哎，对，拉迪欧斯没错。拉迪欧斯不是拉迪亚斯的哥哥还是妹妹啊？哥哥，已经抓了呀。这里有麦克进化的蒂安西亚。哥哥，这个东西它不好抓呀，它回血了。你不是场外丢吗？我现在场内丢了呀，因为你说场外丢可能丢不住，那我就场内丢了，然后他回血了。
会，你是想等我发号施令说叫你打死他是吧？对，自己看着办。但你有什么进化什么什么什么玩意来着？什么什么玩意？你刚说你有卡普摸摸的什么东西？那个 Z 村之印，它是可以咋样开启进化吗？开启 Z 大招。那我肯定要抓了呀，假如等不着了呢，那不就浪费了。怎么又是往这个飞这边飞？可能又是拉迪欧斯，拉迪欧斯的。这家伙难不成在这个山上面吗？哎，有颗星，有颗星。这一期也刷了蛮多的神兽嘛。算了，我直接拿大四球了。为啥？我第一这一期用的第一个大四球抓神兽吧。哎妈妈耶，我本。为啥他就是不出现梦幻的提示嘞？可如果大师球丢爆了怎么办？大师球怎么可能丢爆？哦，我还以为把他丢爆了。好了，抓住了。你在逗我吧？大师球可以丢爆的。我打出了十。附近没有传说宝可吗 ？You kidding me？ 我觉得刚才那个卡普明明可能在你那边刷的。我刚刚在粘土山，好吧，他们都是在丛林地形刷的，好吧。要么就在对面。不过现在找到他的话也差不多了。不会吧？附近没有传说宝可梦。哎，这边，河对面。为什么不直接传送呢，哥哥？你怕是个大傻子吧？你这游好慢耶。玉里倭瓜，就应该在这儿。好，交给你了。那个我子，你们要求的嘛，我肯定要执行啊，对不对？在哪里啊，卡普明明？哎呀妈呀！好，大傻子摔死了，大傻子。我找不着他，他快没有了。我觉得应该消失了，附近没有传说宝可梦，附近没有传说宝可梦。你，妈耶！你看一下你那个古拉多多少级？好的。八十级，刚好八十吗？嗯，对。来这里，等一下啊。我没有给他进化哈。你肯定要给他带上那个石头进化呀。我买点八十级是吧？我买十个，七天使。你是说买啥石头来着？哦，我看到了，赤红色宝珠，对不对？就进化之后会嘣的一声这种样子。干什么顶我啊？盖路欧迪欧什么东西啊？圣剑士之一。刷了一个，就在附近。来吧。等一下，哥哥，我先去见识一下他。又一个土地云。你是不是抓了土地云？盖路迪欧在这里啊，哥哥。凯路迪欧，凯。啊，对不起，哥哥。你我们先打一架再来抓吧。你是不是抓了土地猿？是你抓了吧，然后给我的是不是？你自己抓的好吧？我不记得了。我记得土地猿好像再打他一次，他会掉一个那个变身用的那个什么东西来着？什么东西来着？魔仙棒。什么玩意？魔仙棒。我的个头！小魔仙全身剑。好，你刚好过来了，给你看一下原始进化的盖欧卡。嗯，好的，我没去管那两只神兽了。这一期刷的神兽有点多，有点直接弄死了。现行镜可以让那个土地云改变那个兽形态，对。他为什么没有变身哎？给。要对战宝可梦，你是不是傻？等一下，这里有个 boss， 我先把这个 boss 弄死先。岩石系的，
岩石系的应该上与铝无关，可以的吧？罕见 boss，、哦、咋的了？它变成了一只狮子狗？什么狮子狗？土地变成了一只狮子狗，我也变成了一个这个阿拉丁神灯。先来一个根源波动，那也太好看了吧？这个哼唧，防尘护目镜。来，哇，又刷 boss 了，这旁边。你在干什么？我觉得这一期我们两个不用 PK 了。你在干什么？给他变形态啊！你看，又变成这个样子，又变成这个样子。来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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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丢啊！你先丢啊！古拉多，出来吧！上吧！给我卡！拒绝。回归原始形态，双方都回归原始形态。哎，我刚刚那个打一个 boss， 他升了81级嘞。又没事，就一级之差而已。先给你来一个打地之力，根源波动。难道你这飞翔系的吗？我是潜在水里面的。哦，那没事，我以为他飞起来的。那大地之力，根源波动对你没效。那是当然的，因为毕竟燃烧了嘛。我是不是灼伤你了？用错技能了，用错技能了，用错技能了，用错技能。我刚刚也升级了，好像。与你无关，什么鬼？他们要求的呗。我能怎么办？只有照做呀。等等，你给我打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给你打的什么东西啊？你跟我打架的是什么宝可梦啊？名字叫啥？高卡呀。哦。打字爆炎。先来个水流环。哎，我躲避了攻击，可以的。我也躲避了呀。冰冻光速。哎，冻伤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还想大智爆炎？波尔凯尼恩哥哥，快点去抓神兽！快点，不打了，我认输。甜甜圈我已经抓了，你想要我给你呗？我不要，但是我想去看一下。还要再打一架吗？来，三局两胜，你没有胜的几率，我告诉你，信不信？嗯，你说啥就是啥。因为我这套技能水流环打中你之后，我会回血，然后再用冰冻光速，直接用两回合冰冻光速，你就 game over 了。打字爆炎，水流环好包裹自己，可以回血了。冰冻光速，大地之力，再来个冰冻光速。哎，我还有4血，日光树。完了，你这。三局两胜，我赢了。我还有4血。本来不用水轮环了，直接上冰冻光速就好了。气不气？不气啊，这怎么好气的？胜败乃兵家常事。哥哥，你把这 boss 打了吧，我去找找那个宝可梦，看到他就给他打一下。罕见 boss， 恶系的应该冰系水系打他还行吧。哇，哥哥，这里有个传说 boss。 好，我来了，差不多娃娃的传说 boss， 快点 TP 我。哇，他居然在水里，天气太热的原因吗？嗯。哎，在水里就不好意思啦，是盖奥卡的主场。艾姆利多。哇，艾姆利多怎么这一期刷这么多神兽呀？杀你个根源波动，击中了。都已经有6-7只了吧？再来个冰冻光速。哎，冰冻光速打他不疼。讨厌，为什么不给我笛子呢？我在线下，我看到甜甜圈了。我在线下打了3-4个传说 boss， 也是不给我笛子，好气。我讨厌古拉多每次变身要好久。可疑补丁。你看他是生气，他在喷烟。
水质宝石和岩质宝石，我把它过来都换一下。周围还有 boss 吗？不知道，周围好像还有只神兽，艾姆利多、三生菇，去找你姑姑吧。浑圆之石，这啥玩意儿？这么大一坨。龙头地鼠，boss 呢，亲。艾姆利多，来打你。哎，我去，宝可梦都不抓的，不刷的。回归原始心态。哎，诺基亚。诺基亚。诺基亚也是我上，也是我上期抓的，他很肉的啊，诺基亚。你的意思是说诺基亚手机吗？他的确很肉，嗯。他双防，他双防都很高的啊。哎，又一个传说 boss。哥哥是不是这个东西啊？是不是会飞的这个？对啊，白白的。那一块 TP 我好像在我这里。你抓呀，我在打 boss 啊。他飞得太慢了。根源不动。躲避了攻击，我的天，你居然用草吸进了，过分。地球上头才打这么点血，会没丢中，自我再上。哦呦疼，时光咆哮。来一个大地胜利，效果不是很理想。有冰冻拳，完了，可能打不过他。哎、速度比他快，纯金珠。我开个穿刀去抓他吧，否则老是丢不中球。我说了，我看穿刀去抓他呀。哇，好大一只啊，体型好大。那我用沉重球。用那个捕网球，你抓了吗？对啊，上期我就是用捕网球把它给抓的了。现在是晚上，你也可以用，也可以用黑暗球啊。嗯，他刚刚没有给我用黑暗球抓住。哟呵，我 TP 过来你就传送我，找死！算了，打死算了，生气，飞起来抓好麻烦。看吧，有些人在装淑女，她本质就是个女汉子，掩饰人家是可爱的杰克罗姆。哇，杰克罗姆，人家是可爱的妹子啦，人家不是。神秘水滴是什么，哥哥？等等，杰克罗姆怎么在这个地形刷的？不知道呢。哥哥，你要不要神秘水滴呀、啊？不要。好像是在这个，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他差点没摔死我了。他不是在黑森林刷的吗？这家伙居然在这里刷的。他可以这个我们，他可以跟那个跟球雷姆那个合体。所以哥哥你要抓吗？对啊，先击球。那个黑暗球是我的，我要给他捡回来。他是那个，他的外号叫做黑英雄，他是龙系加雷系的，降低我的攻击，再来个黑暗球，嚯，你又挣脱出来，狩猎球，又吉拉斯，打死。水晶，我要去卖东西了，背包满了。继续黑暗桥，
我没带紫玉剑，我不敢打他。神秘水滴丢掉。哎呦，你这挣脱出来，来个神速，感觉还可以来个神速。哎 ，nice， 黑暗桥。耶、yeah! ！哎，神武鬼，这期又出现多少个神兽提示了？也有八个了吧？应该有十个了吧？莱西拉姆应该有十个左右了，因为在那边出现了好多。小白龙，就在附近吧？你是不是抓住那个神兽了？对啊。那就在附近。这边。喏。他就躲在这个角落。神兽总是喜欢藏猫猫。来吧，要不咱们先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嗯，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